教你训练他那个拔毒。低喉那没关系，那个是他兴奋，哦，有点像咬杀猎物的感觉，他不是真的凶啊。叫，可是问题，这个就是训练他要放啊，嗯，放 ，yes，OK，OK， 他就知道要拿。放 ，yes，OK， 过过过过过。来，过来。我现在不，他现在不给我很正常，因为我还没有叫他那个拿回来。没，欸，他并不会咬我，但是要叫他放。等等，放，好 ，OK。等等，你看那个拉布拉多，这个这是他的玩具，受不了。啊，不可以，等等。过。来啊！这次还没有练，那个弦曲不平，那就会不会给你，那很正常。但是我是重点让你看，说他一讲就要放，放。哎 ，OK， 来，放 ，Yes。啊，牙齿痒了，已经棒！哎，好乖，好乖！哎呀，好棒，好棒哦！哎呀，好，换。那个拉布拉多其实身形、咬合力啊，跟那个挪威纳都差不多呢。如果你真的把它咬到哦，那都重伤了。故意抬起来赢，让他咬更紧。一声令下就要放了，他现在咬很紧，你硬拔是拔不掉的。因为我故意一直让他赢，他很有成就感。好，开始叫他放了，放，哎，没有，就是这个就是。训练有素，很服从的狗，玩拔河就没有问题，还让他赢了嘛，很爽。哦，力气嘛有够大，靠腰，哎，棒 ，yes， 嘿，哦，棒。啊，这种兴奋状态哈，就可以给他练吠叫，啊，放，等等放，yes， 好，第一次给他引子把他引出来，我球已经收掉了，看看能不能转接到食物 ，yes。耶，yeah! ！Yes， 我开始，你看哦，等一下，我开始用那个，不要给他讲 speak， 我动一下鼻子。Yes.
Yes， 你纯粹动鼻子而已。可以用暗示，他就可以讲。他有点用暗示的哦，我那个声音不是很大声。Yeah.